我们讲真诚的心，讲清净的心，讲平等的心，他好懂，他能够理解，真诚的爱心做基础。以善巧方便呢，才能真正的利益众生。无量寿经讲了三个真实啊，第一个助真实慧。住真实慧就是住菩提心，就是住真诚清净平等觉。真实的一片慈悲，无条件的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是助真实慧也。又说会于真实之力会是给我们今天讲的布施供养布施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供养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要知道众生就是佛性，众生就是佛，佛性就是众生，佛性就是自己，所以众生就是自己。这个事实真相，不是彻底觉悟的佛陀，什么人能说得出来？这我们不能不感激老师，佛陀是我们的老师真实之力是什么？真实的慧是什么？第三个真实说出来了，开化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自信。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是真实之理。我们自己修学是真实智慧布施供养给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那是真实之理。